欢迎进去了，老师们觉得资料给我递，那里面有三个问题。嗯，你进去了吗？一四八减三十八是几？哎、欸，他的程式有错哎。好，一四八减一四八减三十八是多少？一四八减，你不要在我这看他程式错误。一百一啊！110啊！一百一啊！哦，我毕业的学校是什么学校啊？我靠！中继北商，然后这个交大职工研究所。哦，好棒，好清楚啊！好，阿姐的没十分钟，哎、欸，刚才五分钟了呢。等一下，不要吵，你看三个 A 弱，你叫他，就写错才是 A 弱、啊。以前我还是他叫老婆下，叫他下一下。那这个课是怎么修的？以前我还当他的助教。那你要把他修好。地霸人。不然我可以给你机会，毕竟他有求救 call out 这样，他你要怎么？好啊！好啊！我的前面演戏表还要带到电脑，才可以回答问题。好了，评价考到第几题了？那个真，第七。超好笑！是要考说正要考第七，还是准备要考到哪一个？但是要考到第七，还是已经考到第七了？哎，当初我没问这个问题。